干嘛干嘛？你昨晚上你怎么回事？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？哎，郭总，发工资。发什么工资？上班了要发工资啊！快点啊！躺回去就可以了，不要那么着急。乱七八糟的。那个白总不得病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发工资啊！等你发工资吃饭啊！等我发工资吃饭没有问题，问题现在小鹿把我搞惹了，昨天上把我丢了，自己一个人跑了。那你真处理吧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啊，你昨天晚上我上个厕所回来都看到那个桌都空了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跑去哪里了？人家有急事，我送他回家。哎呀，那你也要打电话给我啊！打了你没接，你看手机。哪里的？有了。都没有看到。那你信号不好。你就找这个借口，找那个借口的，真的是你这个人。交了发工资。发工资。交了发工资，我们去看我们的星星。那什么？今天去看星星了。什么看星星？看月亮的。发工资啊！发工资啊！哎呀，左青龙右白虎的。扁了。扁了就扁了。别了别了，人家上班回来就给人家发工资啊！别了别了，你这个事大吗？我这个事肯定大了。昨天晚上把我丢了，一个人在那里，我不找他找谁啊？不丢你在水沟里面才好呢，巴不得你丢。哇，你这人真的是奇了怪了，爱干嘛干嘛去。你直接发工资给人家，我要跟爸跟下面同事上看月亮啊。看什么月亮？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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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紧李三，你不要傻，不要傻，我现在要找他算账。你那个事等一下。你这个事先放一边啊。什么放一边？先放我们工资啊。你知道昨天晚上去干嘛吗？鬼知道啦，我又没跟着去。昨天晚上，他说他约了女主播，就叫上我，然后呢，我过去吃饭，我也买单了。啊 ？KTV 我也买单了，车也拿我车去开去了，去接了，什么东西都是我出钱的。后面我从厕所出来，桌子都空了。因为你活该呀。没见过你对兄弟们这么好。你问一下我对他好不好？我对你好不好？好啊。你们你是有想法的。没有想法，你跟着去干嘛？开心一下。你不可能去当他的电灯泡啊！你肯定想，哇哇哇，哇哇哇那种。哎呀，我对你。怎么样你心里清楚，你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说你要给你主播说礼物，干了12个半小时，一百来块钱200块钱也不够，对、我都给你了，你说去接吃饭了、我也给车给你了，油我都不让你加。你那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懂了没有？你呀、我还不理解你吗？你有那么好心给人家打板，要给车给人家，是给的，那你干嘛不给我啊？那你给我了，给我。你问小鹿给了没有？你是有想法的，你这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懂八个字不？你这个李三，你不是小学毕业的吗？你怎么懂那么多文化起来了？我没吃过猪肉，我没看到猪跑啊！你讲这种的，奇了怪了。干嘛你不行吗？拿过去。猫牙哥。从来都没有给你主播说个礼物，小鹿一来的时候他一直都去打榜的，他要当榜一大哥，他认识的比较多，见识的比较广。那我也给小兰兰打榜了呀，你干嘛不那时候都不借给我，又给钱给我打榜呢？你比较专一啊，你一个小兰兰都不够你用。我都说你是有想法了嘛，对吧？终于承认了。你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你怎么回事的？你要把钱给我。钱花完啦、哎，钱在这里啊！你知道什么是叫打水漂了没有？看到这个是什么？嘉年华有子。看到这是什么了没有？回来就跟我喊怂喊这喊那的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了。哎，你不能那么多废话了，你的事情跟小鹿那样处理，你先安排吧，他哥跟下面我的工资。
我们三个要去看月亮。你要看就去看吧，看吧，看吧，不用不，他们的工资等下回来再发。住宿费，住宿费也不少了，等下回来一起收，一起发。我就问的这一点是住宿费，你的命根子你都不要了。我要找他算账啊！昨天你接到丢我在那里，我出来的时候，人家还猛一直在那里看着一个人在那里溜达溜达的。人家有没有骂你二百五啊？这个不关你的事，李三，你走开。那我们走吧。我告诉你，你来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你的？你看我对宿舍的人跟对你是怎么样的？哎，关总，干啥啦？那你说那个工作稳不稳定啊？我都已经落实好了，等一下我用车接你过去就 OK 了，没有问题。不稳定我就去干十二十五的了。哎呀，你不要去干那些十二十五的，你就在那里干到十二的就可以了。你是住这里还是工厂那里住？那里有空调不？那里也没有空调。没有空调啊。嗯，去看一下情况。那要不这样吧，你就住宿舍这里吧，上下班也不远，好不好？也可以。嗯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回来跟兄弟们一起沟通沟通，好不好？你先等一下，你坐那里，等一下我再把你带过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我这个脾气，我不容易对一个人好。你看在宿舍的这些人，李三跟了我那么多年，是不是？对、还有睡神、六重哥、龅牙哥他们跟了我那么久，对、我都没有支持他们，你我也支持了，像彪仔也一样，彪仔他上班好，他懂事，孝敬父母，所以呢我就对他好，工作我都安排好好的给他。你呢，你说你要当榜一大哥，我也支持你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说给你钱也给你了，那你干嘛要跑把我跑掉啊？哥哥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给你机会都没有问题，你接受会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可是以后不能这样了啊。啊，你这样就是把我套路了。下去不会的。嗯，知道了没有？知道了。有活着好去干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礼物那个就不要说那么多，好，谨慎一点，没问题，理性消费，可以的，辛辛苦苦干了一点活，不要浪费那么多，对啊，该玩玩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好吧？好，我说呢，没钱交那个停车费，然后我丢在 KTV 那里去了。哎呀，我给了那么多钱给你，连停车费你都不交，还把我车丢在那里。没钱啊。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奇了怪了，你要拿车给我啊，你拿车给我，我要送彪仔去工厂。那你去交停车费不？哎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这个，哎，我这遇到你这种的，我真的是无语了，无语了。今天晚上，好好去上班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不能去玩了。好，海鲜不能跑了啊。可以。以后要安排出来就稳稳的那种。上次叫他介绍朋友给你。哎呀，这个不用急，慢慢来。好，没问题的。我是担心你。嗯，谢谢哥哥。不用谢啊。啊。收拾东西，去工厂啊。收拾啊。收拾了。哎，又打电话来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么着急？嗯。喂，右手塔。没空哦。现在要打螺丝啊，好，先这样子。你要问一下多少？要不这样吧，今晚就不打了，我再支持你一点。啊，这么多？多少？一些了。啊。一些了。
感谢哥哥哥。理性消费啊。好，没问题。嗯 ，OK 了。OK 了。今天晚上就好好在这里了。要是拿下那个车，我要送彪仔去工厂啊。那是晚回来，我去你公司拿。说今天晚上我要用了。好吧。你就跟他说，你说今天晚上你开播，我就负责手就 OK 了。啊。不用那个到外面了，说改天约好先，今天没时间。OK， 没问题。不要现在走了啊。嗯。上班发了工资，记得第一要寄回家，好吧？啊。留点生活费，一定要寄回家啊。嗯。还有一个弟弟上学，你要负责把你弟弟供到大学毕业出来。嗯，干嘛？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刚好要找你。我想来找我弟。我要带他去工厂了，你找你表弟。去工厂今天了？哎，不是说过两天吗？还没过两天呢、啊。要上班了，那边已经定好了，已经要上班了。那行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努力点啊、哦！还努力一点。那不就在努力就在偷懒吗？拿钱给我啊！拿什么钱呢？那十六个人干活的工资啊！都是个把星期了，没那么快。赵公子，你要干啥呀、啊？没干啥，我来找我表弟吃饭了。他上班了就带他去上班吧，我睡一觉。困了也真困了，刚从网吧回来。你拿我的人去干活了，车都给你，钱也给你。现在我找你要工资，你就说个把星期。那车还给你了，钱还给你了。对呀、啊，那十六个人才三两千来块钱，你那么急着要干嘛？我肯定急啊！我那是真金白银垫进去的。到时候你也会真金白银赚回去的，你放心吧。我不知道这个钱还能不能拿回来哦。那我没钱，不够钱这个，你要啥？要纸巾吗？嗯、要不微信几个也不够，你看。我是要钱。也不够啊。哪里够？不够啊。二位数哪里够？做人就 混到这种程度了。够我吃饭就行了，你管我那么多，你也一样会真金白银的赚回去的啊！不要吵我，我睡觉。还有多少天？个把星期，快就三五天，慢就个把星期嘛。哎，个把星期不懂几天呢？哎，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吗？人家工厂那些都有很准时的，说二十号就二十号，三十二号就三十二号。你这种个把星期的，我们这种是临时工啊，工地临时工就临时需要用人啊。他认识我，知道你是老板，是人力的老板，就叫我介绍给你的呢，介绍人给你的，你还这么对我，凶巴巴的。我是怕你拿到那个钱了，你不给我，然后你去高调完了，我就担心这个。高什么调？你赶紧带我表弟去上班了，因为到我迟到了，到时候扣了工资就从你身上扣。我跟你讲，没有，今天去入职，入职是吧？了解一下工厂一下，就可以上班了。这么快？对呀、啊，可以啊，加油、加油、加油、加油！你记得吗？哎，我记得我刚从网吧回来，我混的那头晕晕的，回来碰到你就没好事，吵的要命。哎，那两千来块钱，那么就真干嘛？就算不给你，你也不用那么上火，知道吗？不，还不给我。哎呀，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碰到这个，碰到那个事的，真的是，你好好干啊。